OK， 我要记录一下我是怎么换这个灯泡跟这个的。OK， 那因为这边要拆那个电池啊，你往近看比较不好拆，所以我就拆那边的。OK， 这个传统的卤素灯是这样的，这个叫做 H4。OK， 知道5块多钱，多少钱？5块8毛2加税。OK， 你看啊，就把它拔掉。那这边有一个，OK， 就这样。这样就可以换了，但是换灯泡的时候呢，记得做要戴手套，不然就是要把它擦干净，不然会油脂会把这个灯泡给弄坏。就这里。那这个就把它勾进去就好了。OK， 很简单，大灯是最简单。那接下来这个比较难。这个换好了。首先这个呢，你看啊，这个 ，OK， 然后稍微往里一推，根本你手在那里根本没看不到啊。OK， 那个是 OK， 这个很皮很松啊，因为先就拿掉了。好，这个呢，可能。这镜头是看不到的，不过就是说里面有一个，稍微把它按住。OK， 拔出来这个。OK， 这个因为已经比较松了，然后拉出来看一下，后面长的是这样。就这个，这个叫什么 ？HB4， 这个9块多钱。这是 HB4， 90064是那个叫 Sivania 的那个编号。OK， Porch 是 HB4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对到这里，这边一个洞 ，OK， 对进去。对，这个稍微弄一下。还就是这样，这个要卡到这上面，下面这个要卡这个洞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。卡在一个洞里，这样。哎，这个比较难一点。有点松了，因为那个已经不太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
砍进去。Listo。Yes。